咱们用一条光纤就能把外面太阳光导入室内。先用一台采光器放在太阳能罩的后方，采光器会实时精准跟踪太阳光，利用透镜聚光压缩到低焦点，通过特种光纤把光引入室内，在室内也能享受比外面更安全更健康的太阳光。怎么把外面太阳光导入室内？需要有台采光器放在太阳能照到的地方，实时精准跟踪太阳光，把太阳光压缩到一点，打到光纤上，通过特种光纤引入需要照射的地方，适合常年照不到太阳的地下室，